说到城市去，他进那边辛辛苦苦花了10年20年干什么？对，他把所有的积蓄拿回家来盖房子，盖个房子，然后又出去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原来我们农村自己盖房子，自己住得好好的，我们农村的地利，农村的这些手工匠人，我们农村的互助的传统，对不对？他是能够创造出我们一个村，我前一段我计算我们那个村子，400-500号人，400-500号人就是刚刚前两年盖。